瞅瞅你这个鬼样子，怎么跟我去拍写真了？那地上有四个造型，你自己选一下吧。哇哦，选了个卷毛哎，难不倒我，开始吧。OK， 现在可以加热了。哎，你干嘛？地上踩这么脏，还有狗毛都弄到沙发上了，本来就电毛严重，还搞，快回去摘了你的狗头。你老实点，这这，谁家小狗这么洋气呢？哎呀，开心啦，跟我去拍写真吧，走吧。